見到熟人嘅話，因為小南啲人就攞嚟想嚟去練出，或者有兩分入，攞嚟試區咧，跟住練下考學大試，考完之後咧，因為你出面啲價你有排，我就唔明白咁啊嘛。小南出83嘅，黑色15分入，最低80都似聽，你肯吹就一定肯吹嘅。因為啲人攞嚟入試雞試完差唔多就出，咁就唔做啦。如果今天我見到起碼有8個出緊了，起碼就諗緊。我個 part 都係我 partner 都出緊了。白色18兩分入啊，一個。69.2分，12公打出，八秒進攻，7.15投3分，5公打出，8.8投2分炒，7.多。3分，黑色5打，咁我知邊批啊？有兩個係幾位九位錯曬，黑色15投2分，跟住之後照入到啦。啊，呢啲色唔好色。8号公板，24.3分炒，好，清楚，白色多，白色1号2分炒，白色23分。白色1号2分炒，黑色15投2分。黑色6投2分，黑色24投2分。白色18投2分，黑色15投2分。我其實咧成排都喺度搭佢落嚟放。23投2分，15投2分。其實很多人計算，不過我更加不是吹他的旗號。
等等啊，打咗手提先。同埋嗰邊有啲人咧，即係嗰邊啲鋪位唔知佢識嘅，我識有個人咧，佢啲手勢打啱曬，跟住帶佢過，佢啲手勢太似做 CD 嗰啲咧，包有用。佢話：你做開 CD 歌噶嘛？即係仲話誒誒，唔夠人再考慮擺唔擺入去啦。咁樣揀高人，係啲兩吹一坐得加三萬。即係你吹，應該係計個價，應該係吹係八千，坐係六百咁樣。但係你至少有個牌子咯。黑色就炒兩分，白色三次，啊，识廿四通，
八秒進攻，白色廿一兩分，黑色三號防守。開波！白色天風四次廿一一分。